直接上一隻西牛望月。好，下一招金雞到啦，左轉逆時針回變，提左塞，提塞架電前轉。我覺得呢一個招式都有啲難啊，對長者嚟講，長者即係我有時咁樣企都會話合下合下咁樣，其實點樣可以令個平衡更加好呢？其實初學咧未必一定要獨立嘅，可以原地練著先，慢慢覺得有力咧，同埋有信心咧，慢慢提高。但呢個叫獨立腳。同埋平衡嘅時間咧，個腿部嘅力量唔夠咧，其實都建議你都冇提咁高。咁其實有咩方法可以即係企得穩啲呢？首先咧，身要正，立身中正。第二咧，腳趾係地下嘅控制能力係要提高嘅，腳趾高嘅，你腳趾高係控制平衡咧，地下好似生根呢度嘅腳趾高，係因為呢個動作你對長者呢個腿部嘅力量咧係可以叫你有呢個柔軟咧先冇得腳。係啊，同埋練好個平衡，冇咁易跌倒，真係好。係啊，因為其實對個長者咧跌親咧，倒置四樓嘅跌倒。係啊，咁呢個時候不如即係示範多次都係唔好啲啦，好唔好啊？好啊，慢慢嚟啊。青龍夢左轉逆時針，提膝架電前指。好，唔該曬冷師傅。咁各位長者咧，如果睇唔清楚咧，只要上翻 tvb.com 咧就可以重温翻一次啦。咁啊，記住咧係小心啲練啦。如果頻率咁高，可以咧練住佢先㗎。